神土预备藏天堂，他少年人看一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 生，众生徒欲被囚监牢。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又做异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驱去黑暗，因为神。 Yeah 那是子义的神，众生土与被超见踏，少年人谈一笑，老人仍有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是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转动。耶和华一直讲到，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 要看到神的荣耀，啊、这时代我们用敬拜见证，我们有。 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见证，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

注目喺你嘅身上，主啊，你就系我哋嘅救主，你就系我哋嘅随时嘅帮助，你就系我哋嘅避难所。多谢你为我哋担起所有嘅十字架。 你说。 姐妹你哋好，大家中文坛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有一段时间冇见到你哋，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大家好吗？大家还好吗？今天早上个敬拜好唔好啊？今天早上敬拜好吗？啊，我哋俾主角大家掌声好吗？感谢主，感谢主，让我哋能够敬拜我哋嘅至高嘅神。让我嚟敬拜我们至高嘅神。有一位女士，有位女士，佢夜晚咧走去呢个提款机提款。她晚上就去提款机提款，ATM 啊，啲提款机，就是自动提款机。 咁佢喺提款机嗰度咧，佢可以覺得後邊有個男人跟住。他觉得后面有个男人跟住，他。哇，佢有啲緊張。他有點緊張。他紧张大家有冇試過夜晚去提款機提款啊？大家有試過晚上去自動櫃員機去提款啊？啊特別係嗰度如果好靜啊。如果特別是那裡很你都有啲緊張係咪？你也有點緊張是,是嗎？咁好快佢將個提款卡等有個機入邊。很快他就把提款卡丟進那個但一提款卡彈翻出嚟 提款卡推出来了，哇！佢更加紧张啦，他更加他他的紧张。咁佢觉得后面嗰个男人呢？ 他觉得后面的男人好似行近咗，好像走近了一些。哇，佢好紧张。他好紧张。再将个提款底底落去，又把那个卡放进去，但系又弹翻出嚟哦，又推出来了。哇，佢更加紧张啊。他更加的紧张。咁喺呢个时候咧，可在这个时候，佢觉得个男人好似喺佢背后睇住佢。他觉得个男人在他背后看着他。哇，佢再将个提款卡等入去。他再把那个卡放进去，想快快攞啲钱出嚟。快把钱快快拿出来。但系提款又弹翻出嚟哦。可是那个卡又推出来了。哇，佢又惊，他又害怕，又嬲。 又生气，他以为隔篱后面那个男人咧系抢他钱啊！预备，佢觉得后面的男人要抢他的钱，他恼羞成怒了他恼羞成怒，他系另转身对男人说他抡着头跟男人：，你做乜啊？你干嘛？你系咪想抢我钱啊？你是不是要抢我的钱？为什么你走这么近？为什么你睇住我提款啊？为什么你要看着我提款？那个男人说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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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误会。 你不要呼诶！啊，我亦都系嚟提款嘅。我也是带来提款嘅。不过我好奇怪，点解你将个 m e d i c a r e 卡三次摆咗落去？我很好奇，为什么你把你的保健医疗卡放进去？原来佢紧张得制。原来他太紧张。将个唔系将个提款卡，将个 m e d i c a r e 卡等咗你提款。他不是放银行卡，是把他保健卡放进去。我哋人有呢个恐惧系咪？是我们人有这种恐惧。恐惧系人嘅常情。恐惧是人嘅常情。恐惧系人嘅情绪。恐惧是人嘅情绪，系嘛？是 我哋人有好多情绪，我们人有很多情绪，好似系喜怒哀乐，系嘛？是,<吧>是吗？嗱，今天早上咧，今日早上我就同大家分享，我想分享开始一个点样我哋处理情绪嘅系列，如何处理我们情绪嘅系列？系啦，首先咧我就讲呢个脾气啊。首先说脾气，点样控制我哋嘅怒气？如何控制我们的怒气？胜过我哋嘅怒气，过怒气胜过我们的怒气。我哋有冇发过脾气啊？

系我哋情绪嘅一种。其实脾气是我们情绪嘅一种。嗱，正如喜怒哀乐都系一种脾气，系咪？喜怒哀乐也是脾气嘅一种情绪。脾气系冇错嘅。脾气是没有。系我哋情绪嘅一部分。是我们情绪嘅一部分。但系。但是。如果我哋控制唔到自己脾气咧？如果我们控制不了自己嘅脾气，我哋就有问题啦。我们就有问题啦。题对唔对啊？对<吗>我哋有时控制唔到脾气嘅喎。有时候我们控制不了脾气。嗱，大家知唔知咧？我哋喺喺揸车吓、啊。 大家知道，当我们开车的时候，有一个情形叫 road rage，喺路上咧，啊发发怒气、发脾气。有时候喺路上发脾气，嗱，举个例，比如说你揸揸下车，比如你在开车，突然有架有架你嘅架车咧冇盏灯咧，就喺前面摄入嚟，有一两次有盏灯就转过嚟。咁啊，揸嚟？有冇试过？有试有啊，佢 cut your lane 啊！啊啊 他就是切了你的线，你嬲唔嬲啊？通常你都唔啊，你唔高兴啊，系咪？就会不开心。咁有啲人咧脾气唔好咧，有些人脾气不好就 put 佢啦，就按啊，或者系揸车去超翻越超越佢啦，就是开始切他的线。大家知唔知道？大家知道吗？三分一嘅交通意外，三分之一嘅交通意外都系因为人呢，嗰啲司机啊控制唔到自己脾气发嬲，是那些司机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系因为你咁嘅情形，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撞车噶，就撞车了。 二分一嗰啲交通意外死亡嗰啲咧？二分之一嘅死亡交通的。根据统计咧，根据都系因为嗰啲司机啊，系有情绪嘅问题。都是因为那些司机、啊、有情绪嘅问题，或者系同老婆嗌咗交啊。比如说跟老婆吵架了。或者系有个好严重嘅事啊。比如说很严重嘅事。咁咧佢就揸车唔小心。所以他就开车不小心撞车，就撞有交通意外死亡。有交通意外死二分一系二分之一。嗱、啊，好啦。 好多时如果更加严重嘅情形咧，很多时候更加严重时候，当你人控制唔到脾气咧，当人控制不了情绪，就会有更加严重情况有更加严重情况，举例，举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大家都听过噶啦，大家也听说，就系、啊、打啲老婆啊，打老婆、啊，打啲仔女啊，孩子啊，系咪啊？ 咁最近喺香港有一个新闻，在香港有一个最有新个父亲咧，那个父亲系脾气好唔好嘅，脾气非常咁佢有个诶，同个老婆生咗个 B B，他跟老婆生咗一个孩子，几个月大，几个月大，个 B B 成日喊，那儿子小孩一直哭，咁呢个做父亲嘅脾气好臭嘅，呢个父亲嘅脾气非常难，佢唔耐烦，他不耐烦，将个 B B 咬咬咬，把那个小孩就一直咬咬晃咬晃，希望停止佢喊，希望可以停止他的哭，你知道结果系点啊？结果。 呢个 B B 个脑受伤，这个小孩他的脑就受伤，一生都残废，一生都残废。呢个就系怒气唔控制唔到怒气嘅结果。即就是控制不了怒气嘅结果。甚至咧，有啲谋杀都系因为因为怒气出。甚谋杀都是因为怒气。我冇几耐之前睇到个新闻，不久之前看了一个新闻，喺美国有一个工人，有工厂工美国有一个工人，佢俾个老板炒咗鱿鱼。系咪那个老板？佢深深不忿。 他非常的愤怒，好嬲<生>。他非常的生气。有一次，佢带支枪翻去。有一天，他打那个枪翻去,去办公室嗰度，派到那个办公室，系打死个嗰个管工。他开枪打死那个管工。打死个经理。打死了经理。打死埋几个同佢一齐做嘢。打死了几个跟他一起的同事。然后开枪自杀。 然后他开枪自杀，你话为乜嘢咧？你说为了什么？就因为佢控制唔到怒气。佢，他控制不了怒气。因为佢觉得个老板系炒佢鱿鱼。因为他生气，老板解雇了他。譬如为经理咧系讲佢坏话。他跟他的经理说他的坏话。嗱、啊，所以咧控制唔到怒气。所以，他控制不了自己的、啊。所以我如如果我哋自己控制唔到自己脾气咧，如果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怒气，个后果可以好严重。后果会很严重。大家见到呢个诶、呃、圣经中记录第一宗谋杀。

咁嗰人嘅心入邊好唔順氣，家人嘅心裏很不順氣。神點解你預立佢嘅限制，唔預立我嘅限制？神為什麼你説了他嘅限制，不説了,了我嘅限制？佢遷怒阿伯，他就遷怒於我，是是啊、於是就謀殺咗佢，於是就把他殺了。嗱、啊，所以各位，所以各位。 我哋控制唔到自己嘅怒气咧，我们控制不了自己嘅怒气，个后果好严重，一个后果很严重。所以今天早上，所以今天早上，我想同大家分享圣经中点样教导我哋，圣经当中如何的教导我们。嗱，盼望今天嘅信息，盼望今天嘅星星能够帮助我哋每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控制自己嘅怒气，可以控制自己嘅怒气，好嘛<吗>？好嘛<吗>？嗱，我哋知道脾气系系情绪嘅部分。 我们知道脾气是情绪的一部分，但系如果我哋控制唔到自己脾气咧，可是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就会出咗好多好多嘅问题，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嗱，圣经一早教话咗俾我哋听，圣经一早告诉我们，嗱，佢话好气的人挑挑起争端，暴露的人多多犯罪。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露的人多多犯罪，系咪啊？是吗？嗰啲控制唔到自己脾气嗰啲人咧，控制不了自己脾气嘅人，成日揾街拗嘅，系嘛？都吵架。 暴露嘅人咧，是日犯罪嘅。暴露嘅人经常犯罪，个口,得那口得度得罪人，口态度得罪人，态度得罪人，行动仲得罪人，行动上得罪人。所以咧，所以呢，各位听住，听着<著>，圣经一早已经告诫咗我哋，所以你一早就告诫了我。嗱、啊，佢话，诶、哎，嗱、啊，佢话好生气啲人不可与他结交。 暴露啲人不可与他来往，好生气的人不可以与他结交，暴露的人不可以与他来玩。即系话，如果你啲朋友当中呢，如果在朋友当中，有啲人系控制唔到自己脾气嘅控制不了自己嘅脾气，成日发嬲啊，经常发，好容易发嬲嘅，很容易生气。唔好同佢交往，不要跟他交往。为什么咧？为什么你都会俾佢影响埋，你也会让他影响，或者甚至唔系咧，甚至不是你同佢争执嘅时候咧，你跟他争执，你都受到伤害，你也会受伤害。大家明白吗？大家明白了吗？好啦。 究竟一个人嘅怒气系点样开始嘅？到底一个人嘅怒气如何开始？嗱，好多时咧，很多时候系你话哦，人哋激嬲我啦。比如说人系嘛，嗱，譬如做做父母嘅，比如说做父母，你啲仔女唔听话，你的儿女啊成日打机，经常打游叫佢佢都唔听，怎么咁你发嬲咯？佢生气啊！啊，或者系夫妻之间，夫妻之间讲啲说话唔啱，说一些话不对，啱听，不不动听。哦，佢激嬲我咯，他让我生气，或者啲朋友。 有时讲啲说话，说一些话，系咪啊，都会俾人激嬲嘅，系咪啊，会动怒了。讲嘅说话，说的话，别人做嘅行动，别人的行为，别人嘅态度，别人的态度，系咪啊，都会激嬲我哋嘅。我们有冇俾人激嬲过？大家有冇啊？有冇有啊？啊，一定有，系咪先？呢个可能系你身边最亲嘅人。这可能是你身边最亲的人。嗱，好啦，但系你唔好忘记。佢不要忘记。

唔知嘅唔知嘅举手，不知道的举手。<laughs> 我嚟睇下圣经点样讲吓，看看圣經,经如何。O K，嗱，以弗所书第二章廿六至廿七节。以弗所书四二十六至二十七。系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嗱，大家请听清楚。大家请听清楚。圣经点样讲？圣经如何生气却。 要犯罪，生气却不要犯罪，即系话咧，圣经并冇讲生气就是犯罪，即系你没有说生气就是犯罪。圣经将生气同犯罪呢两件事分开，即系把生气和犯罪分开两，对唔对？对吗？生气并不是犯罪，生气并不是犯罪，因为脾气系我哋每个人嘅情绪，因为脾气是每一个人嘅情绪，有边个唔会嬲嘅咧？有谁不会？呢个世界上有边个唔会嬲嘅咧？世界上有乜嘢人会嬲嘅咧？ 什么人不会生气？我话俾你听个答案，我跟你说那个答案，死人，死人，死人就唔会发气嘅，点啊？死人就不会生气，生气你系生人你就会发气，你是生的人所以你会生气嗱，所以生气并不是犯罪，所以生气并不是犯罪，但系。 但是生气可以令到我哋犯罪，可是生气可以令到我们犯罪，大家明白吗？大家明白吗？生气并不是犯罪，生气并不是犯罪，生气可以令到我哋犯罪，生气可以让我们犯罪。嗱，好啦，好啦，点解咧？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哋让呢个怒气咧，唔去处理，好好处理嘅话咧，如果把这个怒气没有好好的处理的话，呢个怒气咧。 就会令到我哋犯罪，这个怒气就让我们犯罪。嗱、啊，好啦，咁我哋点怒气，点样能够令到一个人犯罪咧？所以，这个怒气如何让一个人犯罪？嗱、啊，通常，嗱、啊，我我举个例，比如说举个例子，例子人哋讲嘅说话、做嘅嘢伤害咗你，别人说的话、做嘅事,事情让你也生气了，啊、你,你会点咧？你会如何？你会好嬲啊？系咪？你会很生气。嗱、啊，好啦，咁你嬲嘅时候咧？那你生气,的时,候你生气的时候？ 你会做啲乜嘢咧？你会做什么？通常咧有几种做法。通常有几个做法？有啲人咧就死忍。有些死忍。我唔好发脾，我唔应该发脾。不要发脾气，我不可以。忍啊，忍啊，忍啊！忍忍忍忍忍到面都红晒。忍忍到面都红了。忍到血压都高晒。忍到那个血压都高了。大家知唔知忍忍忍个怒气系好难？你知道大家忍这个怒气很。但系你又唔想同人嗌交。可是你不想要发怒。系嘛？咁咪死忍咯。

一直忍的呢个伤害咧喺你入边就形成不宽恕啦。这个人在你里面形成了不宽恕。你因为好嬲嗰个人，因为你很生气那个人，你心入边就唔宽恕佢，你心里面就不宽恕他。面恕他跟住心入边有好多好多嘅怨恨系嘛？心里面很多怨恨，由怨恨呢就去到苦毒。一个怨恨成为苦毒。我哋忍只能够忍到一个限度。我们忍就只能忍到一个程度。到你忍唔到嘅时候点？当你忍不到，我问你我问你。 好似一樽水咁啊！好似一瓶水。系咁入，系咁入，系咁入，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個水。系咪啊？入到满个樽满嘅时候。见到那个瓶子满。点啊？爆出嚟咯，出晒爆出嚟，系咪？满、啊、意。即系好似你引怒气咧，即、就、系、是、好似煲一煲水咁用。人呢个怒气，好像在烧一壶水。啊、一路煲，一路煲，一路煲，啲温度越嚟越高。烧烧，呢个温度就越嚟越高是是、啊。煲到最后。煲到最后。点啊？ 如果你冚住個蓋，如果你蓋住那個蓋子，成煲水咪爆出嚟咯。整個鍋都會爆出嚟。大家明白我講咩嘛？大家明白嗎？嗱，所以強忍怒氣咧，並不是一个解決嘅方法。並不是一個解決嘅方法。為什麼咧？為什麼呢？么呢當你夾硬,硬死忍嘅時候，當你一直死忍嘅時候，你其實喺入邊咧係藏咗好多儲蓄咗好多好多嘅憤怒，因為你裡面儲蓄咗很多嘅憤怒、怨恨。 怨恨不宽恕，不宽恕，一路一路错啊错就成为苦读，你就一直蠢蠢就变成苦读。嗱，呢个就系圣经所讲啦，就就圣经所说嘅，俾魔鬼留咗地步，让魔鬼留下地步，明白吗？明白。当大家个心入边有苦读嘅时候，当大家心里面有苦读嘅时候，魔鬼就有地步，魔鬼就嚟了。点样有地步咧？如何有地步呢？佢就喺你思想入边，喺你思想里面挑拨离间，挑拨离间，呢个人唔好。 这个人不好，佢得罪咗我，他得罪我，罪我一定要谂办法报复，我一定要想办法报复。魔鬼就会俾你好多好多嘅提议，魔鬼就给你很多很多提议，教你点样去报复，教你如何的报复，点样讲啲说话伤害翻人，教你如何说话，点解做啲嘢伤害翻对方。 如何做一些事情来伤害地？呢<吧>个咧就系俾魔鬼留地步嘅意思。这就是让魔鬼留地步的意思。嗱、啊，所以所以呢？圣经话魔嚟听啦。圣经告诉我们，我哋要唔好含怒到日落。不可含怒到日落。即系话咧，唔好储储啲怒气。不要存那个怒气。因为死人呢并不是解决嘅方法。因为死人不是解决嘅方法。嗱，第二种解决方法咧，好多人做。第二个解决方法，很多人用，就系爆发啦。爆发。 啊！爆发啦，即系你留我，我留翻你。就是你骂我罵，骂。你得罪我，我得罪翻你。你得罪我，我得罪。你。嘛？回去。总之咧，我唔可以俾人得罪嘅。总之，我不可以让别人,人得罪我。爆发出嚟。爆发出嚟。出啊，小就系用个口去攻击人哋。就是用口嚟攻击。大咧<呢>。大嘅就系暴力。就是暴力。暴力啊！发脾气。发脾气。系咪？啊啊，好似啊啊，嘭、啊、门啦、啊。比如说是关。掟杯掟碟啊！ 甚至打人啊！甚至打人，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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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冇发过啲脾气啊？有发过这嬲嘅时候，掟埋到门有冇有冇试过？有冇试过？就关门摔门有啊？系咪？有冇掟过杯碟啊？有抛，有丢盘子杯子。我哋有噶，系咪？有啊，甚至即系再处理唔好咧，甚至是处理不好时候，有家庭嘅暴力，有家庭嘅暴力啊，甚至谋杀，甚至谋杀都系因为处理唔好怒气所引，都是因为处理不好怒气所申起嘅。嗱，所以。 我哋睇到啦，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哋有怒气嘅时候咧，但我们有怒气嘅时候，我们有时候死忍并不是办法，死忍并不是办法，明白？爆发出嚟更加不是办法，更加不是办法。点解咧？死忍伤害自己，死人伤害咗自己。大家知唔知啊？你忍忍忍个入边好多愤怒嘅时候咧，忍得很多愤怒嘅时候，第一，第你血压会高，你的血压会高。第二。 你你你消化不良，你消化不良，你,你之前嬲嘅时候食嘢咧，你你消化唔到噶。你知你知？生气时候你吃不了东西，系嘛？因为血上晒个头嗰度，因为你嘅血都生咗脑，血压会高嘅，你嘅血压会高，一路重藏咗啲怒气咧，一直存住呢个怒气，系伤害我哋身体，伤害咗我们身体。如果你将啲怒气爆发出嚟咧，個你就伤害你身边嘅人。 你就是想害你身边的人。大家做父母都知啦。大家做父母，如果啲仔女系激嬲你，你的儿女好多时你你责备啲仔女，很多时候你责备你的儿女，打佢哋，打他们，伤害系佢哋，伤害嘅是在他们身上。大家都知道我讲乜嘢嘅，大家知道我说什么。嗱、啊、好啦，咁我哋怎样可以胜过怒即那我们如何胜过怒气可唔可以我哋胜过怒气？我们可以胜过怒气吗？嗱、啊，如果你话诶、哎，我都系。 好难控制我自己嘅脾气。如果你说我也很难控制我自己嘅脾气。嗱，今天早上，今天早上，神嘅话语俾我哋一个答案。神嘅话语让我们有一个答案。嗱，点样我哋点样开始咧？我们是如何开始呢？嗱，我哋知道我哋嬲咧，系通常人哋讲嘅说话激嬲我哋，对唔对？我们生气通常是别人说的话，让我们生气。第一个接触，这是第一个接触，或者我哋讲嘅说话，不是我们说的话激，激嬲人哋。 夜别人好多时我哋讲嘅说话唔小心。很多时候我们说话不小心，会得罪咗人哋。得罪咗别人，系咪啊？我哋有冇试过？没有试过。有嘛？我哋讲嘅说话得罪人哋啊？我们说嘅话得罪了别人。嗱，所以第一样嘢咧，圣经教导我哋咧，圣经告诉我们，小心你嘅话语啦。小心你嘅话语。小心我哋讲嘅说话。小心我们嘅话语。因为好多时我哋伤害到人哋啲我所讲，我哋所讲嘅说话。很多时候我们伤害别人，是因为我们说嘅话。 我哋喺说话当中有冇伤害过人哋？我们的当中有冇伤害有冇？有冇？我哋讲嘅说话有冇伤害哋？有啊，系咪？个个都有嘅，我相信。我哋有。嗱，所以我哋点样小心我哋所讲？我要如何回答由和使怒消退？回答由和事佬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言语暴戾，触动触动怒气。我哋讲嘅说话。我们说的话语可以好温柔。可以很温柔。可以好暴躁。 可以很爆粗，可以好火爆，可以很火爆，系咪啊？同一句说话，同一句话，唔同嘅讲法，有不同的说法，个后果系完全唔同嘅。个后果是完全不一样，对唔对啊？对嘛？诶，攞啲嘢俾我，唔该你攞啲嘢俾我，系两种唔同讲法，完全是两个说法。同埋咧，我哋讲咧系温柔嘅态度，而且我们是温柔嘅态度，亦话粗暴嘅态度，我是粗暴嘅态度，听嘅人咧，听嘅人嘅反应都唔同。 佢反应也呢个系讲我哋自己，系咪啊？做我们自己。啊、我哋如果讲嘅说话能够系温柔体贴，如果我们说的话是温柔体贴，唔会激起怒气嘅，不会中怒。但系如果我哋讲嘅嘢咧系暴暴粗粗嘅话咧，我们说的话是暴暴粗粗嘅话，就会触动怒气，会触动怒气。嗱，当你咁样讲嘅时候，当你先样说嘅时候，对方啱啱系脾气唔好嘅时候，刚好是对方脾气不好我，我唔系一定嗌交嘅，唔一定会，对唔对嗱，所以第一样嘢咧。 所以，第一样事情，我哋要小心自己讲嘅说话。我们要小心我们说的话。为什么咧？为什么呢？嗱，我哋唔可以控制对方所讲嘅说话。我们不能够控制对方所说的话。但系我哋可以控制自己所讲嘅说话，对唔对？我们可以控制自己所说的话，对唔对啊？啊，因为咧，因为咧，因为系我哋讲嘅说话咧，系我哋嘅舌头。因为我们说的话是我们嘅舌头。啊，生死在舌头，生死嘅联啊。 权力在舌头之下，对唔对？涉及的全面在舌头之下。你同我讲嘅说话咧，你跟我说嘅话,說的話可以造就人哋，可以造就别人，可以拆毁人哋，可以拆毁，系嘛<吧>？对吗？可以系勉励人哋，可以是勉励别人，是人或者可以系攻击人哋，可以是攻击别人。呢个权喺我哋嗰度，这个权我這個是我们对唔对啊？所以第一个我哋要自己控制自己嘅舌头，我们要控制好我自己的舌头，系吧？即系。 如果我哋讲嘅说话咧系暴戾嘅话咧，如果我们说话是暴戾，好多时咧就会火上加油。很多时候就火山加油。嗱，所以第一样嘢咧，第一我哋自己控制自己嘅舌头。我们要控制好自己嘅小心你讲嘅说话。小心你说的话。柔和嘅态度。要柔和的态度。唔好用粗暴嘅态度。不要用粗暴的态度。嗱，第二样嘢咧。第二样。好啦，先讲雅各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雅各书一章十九至二十。请阿阿。 我亲爱的,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动怒并不成就神的意。阿门，阿门。圣经点样教导我哋啊？先如何教导我们？佢话咧，快快地听，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慢慢的动怒。即系我哋同人。

广东人有句说话，讲多就错多。广东话有句话说，你说多就错多。大家同意吗？大家同意。所以神俾我哋两只耳仔。神叫我们有两个耳朵。一个口，一个口，并不是俾我哋两个口，并不是让我们两个口。一个口已经够啊，一个口就够。两个口就天下大乱。两个口就天下大乱。<吧>啊，所以神要我哋听多啲。

特别是我们知知如果我哋随便发脾气嘅话咧，我们随便发脾气嘅话，咁喺外人睇嚟咧，在外人看起来，哇！你哋基上好咁样，你们基督徒这样，知知這樣我哋贬低我哋嘅神，我们贬低了我们的神，我哋神嘅公义唔系随便发脾气，我们的神的公义不是随便发脾气，大家明白吗？大明白吗？所以大家要学嗱，呢样嘢咧系控制我哋自己嘅脾气，所以呢样是。 我们控制自己的脾气，因为正如我哋不能控制对方所讲嘅说话，就好像我们不能够控制别人所说的话。我哋不能控制对方嘅脾气，我们不能够控制别人嘅脾气。所以你睇到圣经所嘅教导咧，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所有的教导，全部都系系我哋自己开始嘅，全部都是从自己开始，对唔对啊？对控制我哋自己嘅口，控制好自己嘅控制我哋嘅舌头，控制好我自己的舌控制我哋嘅脾气，控制好自己的。嗱，呢个咧就系讲节制啦。 这就是节制，系 self control，呢个系圣灵嘅果子。这就是圣圣灵的果子，对唔对啊？神要喺你嘅生命当中，神要在你生命当中，佢盼望你结出圣灵嘅果子出嚟。他盼望你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Amen，Amen Amen。嗱、啊、好啦，我哋唔好死忍怒气。我唔不要死忍这个怒气啊！我哋唔好。 向外发我哋嘅怒气，随便发嬲；向外发出我们嘅怒气，随便发。死人伤害自己，死人伤害了自己；发出嚟伤害人哋，发出嚟伤害了别人。咁仲有冇更加好嘅方法？那有更好嘅方冇？有冇？向神抒发，向神抒发。喂。 唔系向神发脾气，唔是向神发脾气，唔好向神发脾气哦。唔是向神发，嗱咩叫做向神抒发咧？什么叫做向神抒发？即系话咧，同神讲，就是说,神就是說向神说，将你嘅怒气同神讲，把你的怒气向神说。点样同神讲啊？如何跟神说呢？嗱，我哋系好多喺喺圣经中我哋学习嘅喺诗篇，大家翻嚟睇下诗篇。很多，我们在诗篇可以回去看一看诗篇。嗱诗篇咧，阿阿大卫王咧，好多时咧。 将佢嘅怒气同神讲嘅、嗯。在诗篇当中，大卫人经常把他怒气大家有冇读嗰啲诗啊？有,有啊，大家有听过吧？大卫话俾神听。大卫跟神说。哇，嗰啲嗰啲嗰啲系嗰啲凶恶嘅人，成日得罪我，攻击我。那些凶恶嘅人经常得罪人，我我。好嬲，好嬲。我非常的生气。佢话俾神听我，我点样嬲法？他跟神说我如何的生气。嗱，点解大卫要咁讲呢？为什么大卫要这样说呢？为说呢因为佢知道啦。 因为他知道神系一个公义嘅神，神是一个公义，系咪啊？一个赏善罚恶嘅神，神是一个想善罚恶。神神的一个怜悯嘅神，神是一个怜悯嘅神。垂听人嘅神，垂听人嘅神。嗱，佢同神讲，他跟神说，咁今日咧，我哋就睇到好多好多美丽嘅诗篇。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美丽的诗篇，就大卫王所写嘅诗篇，就是大卫王所写的诗篇。我鼓励各位弟兄姊妹，我鼓励各位弟兄姊妹，翻去睇下诗篇，回去看看诗篇，你会睇到一百五十诗篇啊。 一百五十，其中有好多篇系大卫王写嘅，很多篇是大卫王所写的。你睇到佢喺点样嘅诗篇入边同神讲佢嘅心入边嘅说话。他看到如何他跟神说他心里的话。嗱，我鼓励大家，我鼓励大家。当你心入边好愤怒嘅时，你心里面很愤怒的时候，唔好同人讲，不要跟，因为你同人讲嘅时候咧，你跟人说的时候，多数系讲啲唔好嘅说话，通常是说不好的话。同神讲，跟神说，啊，同神讲，跟神说，即系处喺神面前处理一下。 在神的面前处理一下，你心入边嘅愤怒，你心里面嘅愤怒。嗱，点解我鼓励大家咁做？为什么我鼓励这样大家做呢？嗱，因为当你咁做嘅时候，当你这样做嘅时候，你,時候你会发觉，你会发觉，喂，原来喺神面前我检讨自己嘅心，在神的面前可以检讨自己嘅心。我哋系过度反应，其实我们是过度嘅反应，反應根本我哋唔需要咁嬲嘅。 其实我们不用这么生气，或者我哋系根本上我哋都有错嘅。其实我们也是有错嘅。我哋怪对方，我们责怪对方，讲嘅说话，他说的话，做嘅嘢，他做嘅事，得罪我哋，得罪了我们。但系当我哋静落嚟嘅时候，当我们安静下来喺神面前，我哋检讨嘅时候，在神嘅面前，我哋检讨，你发觉唔系净系对方错，发觉不是对方错，我哋自己有错，自己也是有错，大家明白我讲咩？大家明白，系嘛？嗯。 绝对唔会净系一方面错，绝对不是一方错。可能，可能，我哋根本系小气，我们根本就是小气，或者我哋睇嘅嘢系唔同嘅角度。可能我们看事情不同的角度。咁我当我哋喺神面前咁样静落嚟嘅时候，当我们在神面前安静嘅时候，我哋就会发觉咧，原来我哋嘅怒气咧，我们嘅怒气根本系唔需要，其实不需要嘅。咁同埋做一样嘢。

喺神面前静一静，在神嘅面前先安静一下，检讨下自己，检讨一下自己，唔好乱咁发脾气。不要乱发脾气。当你人哋伤害咗你，当别人伤害咗你，你好自然咁样啦，你,你会想去伤害翻对方，很想要去伤害对方，對方或者你觉得人哋讲嘅说话对你唔公道，或者你觉得别人说嘅话对你唔公道，你会想系为自己辩护。 你很想欢为自己辩护，对吗？对吗？我有一次咧，有一次我记得系有一件事，有一件事系啲领袖方面嘅事，即在领袖方面嘅事情。咁对方所讲嘅说话咧系好有攻击性，对方所说嘅话是很有攻击性。我我当时系真系好嬲，那时候我很生气，因为因为我觉得佢所讲嘅系唔公道，因为我觉得他说嘅是不公道嘅，系好似一个控诉性质，好似一个真系控诉。咁咧就嗰日放咗工。 那天下班，我揸车翻屋企，我就开车回家。咁一路揸一路，其实我入边好嬲。其实我在里面很生气。咁我思想入面我谂，我的思想里面，我点样为自己辩护？我如何为自己辩护？為辯護因为佢讲嘅，佢嘅控诉事实上系唔啱嘅。因为他的控诉实在是不对。因为当时我觉得咁样。那时候我就这样想。我听日翻去咧。我明天回去同佢摆平佢，要跟他摆平，搞清楚佢，把他弄清楚。咁我喺度揸车嘅时候。我在开车时候。 就嚟翻到屋企，突然间我听听到神对我讲，天主神跟我讲话，佢话 Daniel 你唔好为自己辩护，哎，Daniel 你不要为自己辩护，你为自己辩护，如果你为自己辩护，我就唔会为你辩护，我就不会为你辩护，哇，我突然间醒一醒，等一先我苏醒了，系，我是对，我所睇到嘅，我所看到嘅，只系对方所讲嘅说话对我嘅伤害，就是只看到对方嘅话对我嘅伤害，我想要为自己辩护，但问题系咁啦，但问题是这样。 如果你错，如果你错，如果系我错嘅话，如果是我错，我辩护都冇用，系咪？我辩护也没用。如果我对嘅话，如果我对，我唔需要为自己辩护，我不需要为自己辩护。咁我觉得我听咗成个所讲嘅说话咧，我觉得我听咗神对我讲嘅话就好似上释放，我我唔需要再为自己辩护，我不需要为自己辩护。咁嗰天晚上，即在那天嘅晚上，有一件事发生咗，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咁第二日啲位领袖咧，第二天那个领袖打电话俾我，就打电话给我，因为我道歉。 向我道歉，所以喺呢件事我学到啦。在这件事情我学到，我哋要同喺神面前静一静。我们要在神面前啊喺神面前处理我哋嘅怒气。在神面前处理一下我们嘅怒气，好多时咧，很多时候你同我做唔到嘅，你跟我做不到嘅。到的好似困咗喺一个一个死角入边。好似困在一个死角里面。里面神就为你做到，神就为你做了。好多时我哋做唔到，因为我哋唔交俾神。好多时候我们不能做，是因为我们不大家明白神。 大家明白所以我鼓励大家咧。所以我鼓励大家。大家第二次你好嬲，你想发脾气之前。第二次你很想生气发脾气，喺神,、哦、神面前好好处理。在神的面前好好处理。嗱、啊、好，咁我哋点样处理咧？好，我们如何处理呢？好，嗱、啊，我讲啲实际上工作啊。实际嘅实际上的工作。第一样嘢，我哋可以暂停。第二，我们可以暂停。举个例。比如说。你同某人系喺言语上冲突。 你跟某人在言语上冲突，呢个可能系你嘅朋友，即个可能是你朋友，甚至你嘅家人，你的家人，你真系好嬲，好嬲啦，你真的很生气，很生气，点咧？怎么样？Timeout，暂停，暂停。OK 嗱，你你你可以话诶诶，我谂呢个时候我哋都唔好再讲落去。好，呢个时候我们不要再谈下去。我哋停一停，我们停一。嗱，呢个暂停咩意思咧？呢个暂停什么意思咧？就系俾啲时间，让时间，俾啲空间，让空间，俾你同对方，让你和对方，系嘛？即系可以咧。 系防止进一步嘅冲突，可以防止进一步嘅冲突，俾你可以冷静落嚟，让你可以冷静下来，系嘛？即系唔可以，即系唔想由呢个系嗌愤怒去到嗌交，甚至去到打交。不想要愤怒到生气到打架。系啦，嗱，亦都俾时间你，因让你有时间喺神面前处理。 在神的面前处理，大家明白嘛？你可以话，哎嗱，我哋呢段时间，我哋唔好再讲啦。在这个时间，我们不要再说下去。啊，让，我哋大家都冷静落嚟，让我们大家可以冷静下来。我相信大家都有时间，要时间处理，我哋大家也需要时间处理大家的情绪。咁你用嗰段时间呢？就用这段时间，就同喺神面前处理。你在神面前处理，你自己个人，在哪天喺祷告当中，在祷告当中谦卑同神讲，谦卑地跟神讲。神啊，我系好嬲，神啊，我真系我系想发脾气，真的想要发脾气。 我点解？为什么？求主你帮助我。求主你来帮助。当我哋谦卑自己嘅落嚟咧。当我们谦卑自己下来时你就会听到神嘅声音。你就会听到神嘅声音。你神就会对你讲说话。神就会跟你说话。有边个有咁嘅经历啊？举手。大家有谁有经历？有,有你试过系？未试过？我鼓励你试下做。如果你未尝试过，鼓励你试一试。嗱，好啦，第二样嘢咧。第二样，你如果有怒气，如果你有怒气，我哋要尽快处理。我们要尽快处理。 咩意思咧？什么意思？嗱，我讲过，如果我哋嘅怒气唔会处理咧。我说过，如果我们嘅怒气唔去处理。会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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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淀会一直一直一直。大家明白吗？你唔好以为你死忍忍得忍得到啊！你不要以为你死忍死忍可以。你唔出声唔等于个怒气会走咗啊！你不发声不代表这个怒气会离开。大家同唔同意？大家同意吗？你唔出声，你死忍唔个怒气仍然喺度。你不发声，这个怒气仍然系嘛？要个怒气转去一路去去到苦毒。 那个路气会一直到这个，所以呢，我哋要尽快处理。所以我们要尽快的处理。嗱，呢、啊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不要含露到日落嘅意思。就是不可含路到日落嘅意思。即系唔好等你露气啦，一路等等等到日落。 嗱，呢、这個呢、这個只不過一個比喻啊、嗯，這只是一個比喻，即係唔係話哦十二點钟前嗰樣嘢要搞掂，唔係咁嘅意思。唔是说十二点前我一定要搞掂、啊，啊，即係話咧，你有怒氣，你盡快去處理。就是有你怒氣，盡快的去處理。因為令你發怒係有原因嘅。因為讓你發怒，你要解決嗰個根。你要解決那個根。个根并不是嗰個深層，並不是嗰個表面上嗰啲嘢。並不是表面上嘅。啊，可能係你關係上嘅問題。可能是關係上的問題。可能係你嘅偏見。 可能是你偏见，可能系你自己嘅错，可能是你的错。嗱、啊，咁你要同对方解决呢咁嘅问题，所以你要跟对方解决。嗱，我哋解决问题咧有两个原则。我们解决问题有两个原则。原则第一咧，我哋要解决这个问题嘅本身。第一就是解决问题嘅本身。解一个问题本质话咧，要解决个根嘅，乜嘢、就是、主要嘅原因。就是根，那个根，什么是主要？我喺表面冚住佢，不要让表面盖着。第二样嘢，我哋。 盼望做到咧，就系恢复彼此之间嘅关系。第二希望做到，就是恢复彼此嘅关系。对唔对啊？当我哋发脾气伤咗对方啊，关系一定受到影响。当我们发脾气伤害了对方，那关系一定受到影响。所以咧，所以我哋要学习去恢复关系。所以我们要学习恢复关系。如果我哋错咗，当我们错了，我哋要有谦卑自己嚟向对方道歉。我谦卑的自己向对方道歉。大家有冇向对方道歉噶？有有大家有向对方道歉吗？好难啊！道歉，很难，冇咩面噶嘛。 系嘛？没有面子，所以但我哋要要学习啊。所以我们要学习，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恢复关系，恢复关系。嗱，你问一句啦。所以问你一句，我哋人啊嘛，我们是人人系凡人啊嘛，人是凡。我哋有血气噶嘛，有血气。我哋有脾气嘛，有脾气。你估我系神咩？我是神吗？系嘛，我人啊嘛，当然发脾，当然会发脾气啊。我问大家一句，我问大家一句，神会唔会发脾气？神会发脾气吗？

当佢系仔一样呼召佢出嚟四十年，以色列人都背叛佢啊！而是父当他儿子一样四十年，可是以色列背叛他，对嘛？神会发脾气，神会发脾气，但系神嘅脾气，可是神嘅脾气嘅怒气同你同我嘅怒气系好唔同，跟你和我的怒气,不,的气不一样，怎样不同？你要大家要如何不同？你听听。诗篇三十篇五节。诗篇三十五，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 amen，我不要讲 amen，amen，可以说 amen 吗？神系会发脾气嘅，神是会发脾气的，但系圣，但系呢个系大卫王自己亲自写啊。这是大卫王自己亲自写，佢佢嘅怒气只不过转眼之间。他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神会永远发脾气嘅，神不会永远发脾气的。佢嘅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阿利路亚，阿利路亚，阿利路亚。一缩虽然有哭泣，一缩虽然有哭声。 当我哋俾神发脾，我哋俾神责备嘅时候，当我们被神责备嘅时候，我哋好唔舒服，我哋非常不舒服。但系神嘅怒气，佢神嘅怒气系短短嘅，即是很短嘅。早晨就必有欢呼，早晨必有欢呼。当我哋认罪悔改，当我们认罪悔改，神宽恕我哋嘅时候，神宽恕我们嘅时候，我哋就重新得到神嘅恩，我们就重新得到神嘅恩。睇到吗？看到嗱，所以话圣经话，不要含怒到日落就咁嘅意思，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就是这样嘅意思。神嘅怒气唔会到日落。 神的怒气不会到热络，一宿虽然有哭泣，一宿虽然有哭泣，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早晨必必神唔会嬲你嬲嬲嬲嬲嬲嬲成世神不会生气你一辈子，因为神系一个充满恩典怜悯的神，因为神是一个充满恩典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神唔轻易发怒嘅。神不轻易发怒，但系你同我唔系。你跟我有啲人好少小事就发嬲嘅。有些人很少小事就发脾气嘅，很少事情发脾气。嗱，我哋要向神学习。所以我们要向神神系有恩典怜悯嘅神。神有恩典怜悯，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好愿意赦罪，很容易赦免罪。但系当神发嬲嘅时候，神发怒嘅时候，唔讲得笑噶，不可以说笑。我哋千祈唔好惹惹神嘅怒气啊！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也生生气。大卫王好清楚，大卫王很清楚。嗱，大王喺诗篇里佢写咗一句，大王在诗篇里写咗一句，佢主啊，主啊，你唔好喺你嘅怒气中责备我。不要在你的怒气当中责备我。即系话咧，阿神啊，你发嬲嘅时候，你唔好，你发嬲嘅时候责备我。神啊，你发发嬲时候千万不要责备我，因为神发嬲唔系讲笑噶。因为神发嬲时候不是说，记唔记得啊？你记得神发嬲唔系讲笑噶。神发嬲不是说笑。 当可拉党背叛攻击神嘅仆人摩西，背叛攻击仆人神西嘅时候，神就神气、啊、神发，你知唔知个果啊？你知道神发全部嗰啲结果，个地下开咗个大窿，全部跌晒落去。个地下就一个大坑，全部人都丢下去。嗰啲跟随佢可拉党啲人，全部都跌晒落去。跟住可拉度人全部丢进个神发路啦。神发路冇得转弯噶，完全不可以。啊，所以大卫话唔好喺你路中责备我。 所以大有人说：当你生气时候，不要自为。因为神是烈火。因为神是烈火。神点解会发怒咧？神为什么会发怒呢？呢就系因为嗰啲人犯罪。因为那些人犯罪。系唔听佢讲。是不听他的话。好多次，好多次神劝诫佢哋。很多时候神劝诫他们，佢哋仍然去犯罪。他依然去犯罪。今日我哋基督徒会唔会？今天我们基督徒会,会,督徒会一样会。一样会。好多时我哋我哋以为，哦，神嗰阵时咁严厉系旧约。

如果你有罪，神不会认为你没罪。但只要你认罪悔改，只要你认罪悔改，神嘅恩典就临到我哋身上。神的恩典就临到你身上。所以圣经话俾佢：「佢恩典系一生之久。所以圣经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佢老气转眼之间。 他的路是只是转眼之间。啊呢个就系我哋敬拜嘅神。这就是我们敬拜的神。呢个就系我哋侍奉嘅神。这就是我们侍奉的神。我哋大家睇到嘛？我们刚才看到吗？基督徒今日你同我认识基督徒今天你和我认识神。如果我哋故意去犯罪，如果我们故意去犯罪，个后果非常非常。后果非常非常的严重。我哋唔好以为神唔知道。你不要以为神不知道。但系点解冇事嘅？我犯咗罪。为什么我犯罪没事啊？中国人有说话。中国人有句话说。

这个恩典还没到、啊，系嘛？所以一犯罪神就击杀。所以如果一犯罪神就击杀，因为佢哋喺律法之下，因为他们在律法之下。之下今日你同我喺恩典之下，今天你跟我喺恩典之下，对对犯咗罪好似冇事，犯咗罪好像没事，唔系冇事，不是没事。 时候未到，死神未到，一到嘅时候，一到嘅时候，你同我每一个人都要站喺神嘅审判台。你跟我之间每一个都站在神嘅审判台之前。基督嘅审判台，即在基督嘅审判台，为我哋一生所行嘅，为我们一生所行嘅。向神负责，向神负责。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哋明白，我们要明白，我哋发脾气并不是罪。

点样处理我怒气嘅方法？上已经告诉我们如何处理我怒气嘅方法。有一句说话，有一句话，对所有家长讲，对所有家长说，特别你有年幼嘅仔女，特别你有年幼嘅孙女、孙仔、孙女、双子、双女、儿子。当你嬲嘅时候，当你生气时候，你唔好讲咁多嘢。你不要说这么多话。啊，点解咧？为什么呢？因为你发嬲嘅时候，当你发嬲嘅时候，你讲嘅嘢多数系唔系好说话。你所说嘅都通常唔系好话，对唔对啊？ 对嘛？闹啲仔，打啲仔，打他。打当你发嬲嘅时候，当你发怒嘅时候，你唔好打啲仔女。你不要动怒因为你发嬲嘅时候，因为你发怒时候，你打啲仔女肯定大力啲嘅。你系咪打嘅时候肯定大力一点？啊，你话同平时嗰啲体罚唔同嘅？你平时体罚不一样。我细个嘅时候，我小时候，我非常非常之顽皮，非常非常的顽皮，唔系顽皮系十分顽皮，系非常非常十分顽皮。咁我阿妈咧，所以我妈妈就咧。 佢誒當時誒即係我爸爸同媽媽咧，就係做生一個小嘅生意。就爸爸媽做一個小小生意，養活一家十幾口。養活了一家十幾口，即係工作好無好無勞碌。工作非常非常嘅勞碌。我即係壓力好大。所以那個壓力很大。心情唔好。心情也不好。咁我哋百厭啦，所以我們很煩。佢就打我哋。佢就打我們。哇！我好清楚。我非常清楚。一百厭佢啲藤條拗拗拗。打打到個鞭有時紅晒嘅，打得全身都紅啦。我哋好正。 我们很聪明，有时收埋个藤条，有时候就把那个鞭子收起来。或者阿妈一嚟咧，我哋走人。妈妈来，所以我们佢喺街头，我哋街尾走。我街头，我在街尾。我好明白。我很明白。做父母嘅。做父母啦。你嬲嘅时候咧，当你生气时候，你打啲仔女特别大力嘅。你打那些儿女系嘛？大力。你你嬲发怒嘅时候咧，你讲啲说话一定系唔好嘅。你说的话一定是不好嘅。嗱，所以各位，所以各位，今天早上，今天早上，神嘅话要教导我哋，神都话已教导我。第一样嘢点啊？ 勒住自己嘅舌头，就是勒住自己嘅舌头，对吧？生死在舌头嘅权力之下，生死在舌头的权下。第二，控制自己嘅脾气，控制自己嘅脾气，快快的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因为我做唔到喎，我说我做唔到，点搞啊？为什么？我系想控制我脾气，我想要控制我脾气，但系我每一次咧，其实每一次，人哋一一得罪我就爆爆火，别人得罪我就会要爆发。 你爆火，人哋又爆火；你爆火，别人也爆火。咪火星撞地球咯，系火星撞地球啦。咪家嘈屋比咯，家嘈屋系嘛？中国人有句个说话咩啊？家和万事兴。中国有句话说：家和万事兴。下一句咧？家衰口不停。家衰口不停。当一个家庭入边咧，当一个家庭成日嘈吵，成日嗌交嘅一直吵架，一直吵架到。话，个家庭慢慢慢慢咁衰落。这个家庭就一直系嘛？一直衰落。但系神俾我哋嘅。

帮助我们控制自己嘅脾气，控制自己嘅脾气，控制自己嘅舌头，控制自己嘅舌头，让我哋生命当中，让我们生命当中,命当中慢慢结出圣灵嘅果子，慢慢结出圣灵嘅果子。嗱 <Amen? S 2> <Amen>，如果关键系乜嘢咧？关键是什么,是什么我哋嘅救我要破碎，我们嘅救我要破碎。我哋点解会成日发脾气咧？我为什么经常发脾气呢？我哋嘅救人，因为我哋的旧我嗰、那个嗰、那个阿当、那个、从阿当而嚟嘅人，那个从阿当而来嘅救人，呢个救人。 这个救人要死啊，要死了，我死咗咯，已经系嘛？我信住嗰日，我信住那天已经，佢系死咗啊，他是死了，入咗棺材啊，进了棺材，不过喺棺材爬翻出嚟咧，从棺材里面爬出来，系嘛？我哋个救人喺棺材爬翻出嚟咧，我们嘅救人从棺材里面爬出来，怎样对付个救人？如何对付这个救人大家知唔知啊？大家知道，因为我入边好臭脾气，我说我里面人哋少少嘢得罪我就发脾气，人家小小得罪我就发脾气，我知道唔啱，我知道不对。 发完脾气我就后悔。发完脾气我就后悔。但系发完之后，第二次又发。发完脾气，第二次再发脾气。怎样对付呢个救人？如何对付呢个救人？听住。听着。听着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就对付我哋救人。十字架是对付我们的救人。十字架咧？十字架就系用嚟钉死呢个救人。就是钉死这个救人。所以各位。所以各位。今日我哋。 我哋唱嘅歌，我哋所以今天我们唱嘅歌有一首歌叫十字架，有一首歌叫十字架。我哋再唱一次嘅时候，我们再唱一次。我哋我哋仰望十字架嘅能力，我们仰望十字架嘅能力，帮助我哋，帮助我们胜过我哋入边嘅旧人，胜过我们里面嘅旧人。我盼望大家，我盼望大家今日，今天都能够学习，可以学习从神嘅话语当中学习，从神嘅话语当中学习嗰个温柔，最个温柔谦卑，谦卑言语柔和，言语柔和嘅人。 用让我哋所讲嘅说话，让我们所说的话都能够造就我哋身边嘅人都可以造就我们身边的人。amen，amen。Amen! Amen 这个系咪你嘅祷告？这是你的祷告吗？系噶，请你起身，我哋一齐起来，我们一起。<吧>